为教会祷告。父神啊，在这场疫症之中，你的儿女正与这城的市民同行，祈求众光之父昼夜以你的脸光照我们，好使到我们在全城幽暗的日子竭力地尽意行善，成为光，见证光。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，当忧惧、不安、愤怒和无助等气氛漫遍全城的时候，求你保守我们仍然能够分别为圣，叫我们能够以合一自己的心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时随处为这个城、这个民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是你按照自己的旨意赐下各样恩赐、呼召，并且差遣神的子民进到不同的专业领域。因此，恳求圣灵加力给我们，令到我们能够忠心有力地在不同的职份岗位上面牧养惶恐的人，辅助忧伤的人，又与孤单者同行。愿荣耀颂赞归于三一上主我们的神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